来玩这款游戏《玩具冲冲冲》，2月2号早上8点正式上线的《玩具冲冲冲》，进来吧。嗯？就，两个都挂掉，好笑、哦。然后呢，当掉了，真的假的啦？你这个还叫2月2号正式推出哦？你看起来就是 bug 很多、啊，你知道吗？但这个应该会默默关服哦，看起来有一点啊危险哦。我们先强化一下吧。哎，为什么我有那么多奖励品啊？是因为刚刚领出来的吗？那我可以强化好多、哦，准备就绪。合理搭配哦，再来，这样子就算平手。假设我是出坦克的话，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喂，有机会哦。啊、哦，要配坦克啦！只是攻击节奏有点太慢了，然后就卡住啦、啊。接下来要干嘛？重开机好了，感觉是不是坏掉了、啊？哦，现在又可以了，又可以了。现在有胶血了，刚刚当掉了，重新开机就解决了，解决。然后，哦，有了啦！我想说没有就要赶快删掉了。哦，可以派两位。空中的无法打，空中要让远程来进行攻击吧。他现在跑胶血了。远程的两位，然后呢？阵容进行升级，关卡进行挑战。看起来坦克是非常重要的，坦克是一定要上的。解决。接下来，射手。哦，他有上盾嘞，他没有技能嘞，啊，我怎么没有？啊，我已经知道问题点了啦。你那个教学啊，你可以把重点教一教吗？他干嘛？这种不是重点的。跟你讲，我们也是有技能的啊。你就是偏偏要让我等下一场吗？啊，可以让我自己玩了吗？这种小事就不用教了吧。好，身心。你就一口气全部秀出来啊！我就知道怎么玩了、啊，干了还在教呢啊、哦！我哪动得掉、哦？啊，我要删游戏了，大家拜拜。